女性更年期是疾病高危期，卵巢功能衰退，激素分泌不足，免疫力和抵抗力随之减弱，各种疾病随之而来。更年期应严防哪几种妇科肿瘤呢？一、卵巢癌。50岁以上的女性是卵巢癌的高危人群，目前为止发病因素并不是很明确，早期无典型症状，也有某些患者偶然间摸到下腹部有包块，若下腹部有明显的不适感、腹胀和早饱、持续性消化不良以及腹围突然增加，又或是出现难以解释的乏力感、体重进行性下降以及贫血，应尽早去医院做超声检查。二、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癌易发生在绝经后的女性身上，发病原因仍然不是很明确，不规则阴道流血是其典型症状，出血量有时多有时少，多数子宫内膜癌患者早期会出现下腹部疼痛或是阴道排异且伴有恶臭味，当有以上症状时还需进一步去医院做 B 超检查。三、子宫颈癌。子宫颈癌的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好发于更年期女性身上，高危型 HPV 感染是宫颈癌的明确病因，所以有条件的话应接种 HPV 疫苗，定期做 TCT 和 HPV 检查，能最大程度降低 HPV 感染风险。好看。